Hello，猜猜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大药丸子啊，这不是大药丸子，这个是之前的一盒，叫我倒在这里面了，把这个也倒进去。这叫树葡萄，是一种水果，是一种水果，而且很贵，就这一点东西，花了将近60块钱，就这点儿。这点玩意儿花了将近60块钱，它是长在树干上的，它不是像葡萄上一串串的，是长在树干上的一种水果，叫树葡萄，具体还有别的名儿，好像是，还有点像我之前尝那个，口感有点像山竹，有点像山竹，中间有一个，就是像山竹里面那种小骨一样，来解剖给你们看看啊。好不了啊，就是长得跟葡萄有点像，它是长在树干上的，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个样子的。哎，我今天说普通话了啊，是不是葡萄跟山竹的结合？我感觉是葡萄跟山竹的结合啊，这种。有山竹的，稍微一点点山竹的味道，但是没有山竹好吃，有一点葡萄味，有点山竹味儿，树葡萄，这样，这些是58块钱还是50多少钱？反正将近60，像山竹一样，很不干净，多块钱，多贵呀，这玩意儿。就帮大家尝尝就行了，不用买，不好吃，那没有那么好吃。吃不多点肉，你看这个骨像山竹，那骨一样难啃。尝两个得了，到时候给孩子尝尝。就是有一点酸甜儿。有一点酸甜儿，有一点酸甜吧，吃一个。哎，真是哈，大千世界什么水果都有，老多没吃过种类的水果了。行了，不吃了，散会。